坐在车里一起看着大海，逃离了模糊地带，还等待时间把我们的容颜慢慢掩埋。 I'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world to find a girl like you， 你在我梦里忽隐又忽现。 I'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world to find a girl like you， If see you baby I'm never wrong。 此刻每一秒都像你陪着告诉我的狂热，准备冻结了时空的规则，没有你不可。使用的训练项目大概就是装死了，又是这帮蒙面人，看来化石盗窃案我已经很接近真相了，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焦急要灭我的口。杨明，嗯，我去洗手间。哦，好。快点，快点，有人来了。哎，你看这个。这个上面这样爬过去。是啊，苏雅，我明天有一个演出，就在明阳集团的演出大厅举行，这个是入场券，是给咱们后宫成员的。哎，演出当后宫成员福利真好，谢谢。嗯，对了，附近有什么咖啡馆吗？因为我对这边不是很熟悉。哦，就从这里出去，然后，这样吧，要不我帮你去买吧。你想喝什么？好，我要一杯冰美式，谢谢。你呢？冰美式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为了感谢你送我回家。那天我不是喝醉了吗？嗯，希望没有做什么失礼的事。哎，不会不会，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真的是？你一时接受不了。也没关系，如果是我，我也不会相信你。但是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来，咱们时间还多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再不辞而别了。可是，你和我认识的苏雅，
不是同一个人啊！你认不出来我，我不怪你，因为这几年我变了很多。是变了很多。我知道，自立堂是不知，你一声不吭的就走，是我不对。但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你在那之后昏迷了好久。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有陪着你，真的很抱歉。但是我现在回来了，主动来找你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顺便一下。啊。 思雅，谢谢。那你在这儿参观一下，我一会儿回来，我先看一下牙。杨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以为受委屈的只有你一个人吗？ 虽然你只是个粗制滥造的戒指，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把你丢了。接下来要演的这场戏，你可是个重要道具。杨明，你让我那么痛苦，你觉得我还会让你好过吗？你好。你好。 下一位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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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这么慢啊！下一位，王博士，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肚子痛。肚子啊？然后？是肠胃炎。嗓子还有点不舒服。是这样，那我给你打一针就好了。 来，我先帮你消毒。好。等我一下啊。等我一下啊。
班教授，我是很讨人厌吗？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都是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？嘿嘿，班教授，瞧您说的。 能为您效劳是我们爷俩的福气。别说你每次啊，这出手这么阔绰，您就是不给钱，我们爷俩也愿意。来来来，小心，给班教授笑一个。嗯，有人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笑？你好了，笑不笑不重要，完成任务才重要。嗯，是是是是，没出什么纰漏。 我出手，您放心，几招下去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现在，估计跟阎王爷唠嗑的。<笑>这是你们二位应得的。接下来还有人，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您看您这，班教授，您太客气。 这陈飞的命这么值钱呢？还有没有比他更值钱的？我都给你杀了！我，思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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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思
没想到他还这么在意我做的戒指。既然这样，当初为什么要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我？见你一面，把话讲清楚。之后，你做你的阳关道，我做我的独木桥。请大家让一让，这个戒指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请你们帮我找一下。走吧。明天我们有一个通告，然后后天也有一个，好吧？好。有没有什么？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就这样子，就安排这样子了。好。苏雅，等一下，你们先走吧。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因为戒指。那我可以理解成你是想通了，愿意原谅我了。我只是想和你把话说清楚。上次分开太急了，我们都欠对方一个告别，今天就做个了结吧。我想去我们以前约会的地方走走，你陪我一起去吧，咱们俩可以边走边说。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在这儿等了我一夜，就因为我说了一句不见不散。当然记得。
那个晚上啊，我还被这里所有的蚊虫都问候了一遍。以前是我太任性了，总是让你等，下次换我等你，让你也高兴高兴。这种小事啊，一辈子做一次就够了。而且啊，我不来至少会跟你说一声，不会让你这样没完没了的等下去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还是在怨我，但是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，行吗？或者你说你要我怎么补偿你，你才愿意忘掉过去。我想知道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你明明知道我在问什么。我想知道你当初离开的真相。杨明，你到现在都没问过我，为什么我的相貌完全变了。你以为当年实验室的那场意外事故只有你跟周佳佳受伤了吗？当我从病床上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被爆炸毁了容，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勇气再去面对你？毁容？没有人告诉我你毁容了。我找了你很久都没有你的消息，我问每个同学，他们都说你出国留学了。是我让周围的老师同学向你保密的，因为我不想破坏自己在你心中完美的形象，更不想以当时那种丑陋的面容去博取你的同情，你的可怜。希望你能理解我。苏雅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对不起，苏雅！天哪，你真的是苏雅吗？嗯。天哪，我居然见到真的苏雅了！我能跟你合个影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你和你男朋友约会了。我不是。我男友是说他不介意。不愧是苏雅的男朋友，又帅气又大度。那我先不打扰你们啦，谢谢。这不是你高中时候最期待的事吗？能光明正大的告诉所有人你是我的男朋友。杨明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对啊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是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喂，梦妍。杨明，听得到吗？我刚才监听到李伯亮的一通电话，他和另一个人约定要去一个地下车库碰头。好，好，你等我。我马上过去和你商量对策，啊！哎，这不苏雅吗？对吧？杨明，苏雅，
亮明，你怎么样了？滚，走！要不要紧啊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们，不过可能是我之前拒绝了一家有黑背景公司的戏约，所以才惹祸上身。还好这次有你，要不然我肯定会被他们欺负的。看来明星对人身安全更要注意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行，你看你这儿都受伤了，我还是先陪你去医院包扎一下吧。你怎么知道杨明受了伤在这所医院？我刚刚还给他打电话，他明明都是好好的呀。明哥哥能懂你的心，我能懂明哥哥的心，我才是最了解他的人。那怎么找了这么半天还没找到？苏雅，这伤啊真的没什么，跟以前比起来明哥哥你没事吧？你伤到哪里了？这里啊。杨明，你是为了我才受的伤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海鲜大餐报答你好不好？明哥哥都受伤了，你还要请他吃海鲜大餐，你这岂不是想害他吗？明哥哥，我带你回家。苏雅，我们之间啊不需要这么客气的，改天我请你吧，今天还有些事情可能要先走一步。稍等一下。我知道你们在李伯亮的手机上动了手脚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会帮你保密的。我只是想让你今晚陪我吃顿晚饭。监视了一整夜，居然都没有看到王笑言再从实验室出来。如果不是实验室暗藏玄机，那就是这个王笑言绝非等闲之辈。在这个学校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吧？不久，刚来。我家闺女来这学校上学，我这才跟过来，有个照应。这校工的工作啊，还是托人找的呢。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外来人员啊需要登记，麻烦您还得出示一下身份证。好，对对。这做校工之前啊，我是屠夫，手上的劲儿还是有些的。好，那你忙吧。嗯，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那我先帮你消毒啊。
爸竟然在看黄色录像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也许所有男人都难以抵抗性感的诱惑吧，爸爸也是正常男人啊，所以才会看这样的视频。唉，好吧，我承认跟苏雅比起来我也不差吧。哎，孟言回来，饭已经做好了，你先吃吧。我哎，这丫头今天怎么了？带好吃的回来了，兰陵，兰陵，兰陵，明哥哥，兰陵，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我还能做什么？我只能是打扫卫生啊。你跟苏雅去约会了，我一个人在家。又空虚又寂寞，只能靠打扫卫生打发时间了。啊，哎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好吃的甜品回来了，啊，快吃吧。这碗汤能帮你恢复。谁让你带这个的？还我！叫你还我，听到没啊？你做得很好，拿回来的血液样本很完整，也很新鲜。只是取点血这么简单的事让我来做，也太大材小用了吧。我能做更多的事，尤其是能让杨明痛苦的事。想让一个人变得痛苦，就要让他喜欢的事物一一毁灭。每个人都有他的软肋，就看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。我当然了解他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他看似有情，其实最无情。可你要说他无情，他又太多情。没有人能真正得到他的心。你们人类的感情啊，真是比科学还复杂。杨明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看来母兽之血的传承者是兰陵。那杨明对我们来说岂不是没用了？没用了并不代表不是敌人。班教授，方天来了。这是干嘛？陈飞没有死，这是个职
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失手。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在此之前我没有资格拿这笔钱。对于你真正的雇主来讲，这些钱不算什么。你给了我这次机会，我就会让陈飞再也没有机会。连早餐都没有，不会真的还在生气吧？喂，梦妍。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？我监听到一段李伯亮和别人的通话，你快过来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来了来了，进来。怎么样，梦妍，监听到什么内容？你进来说吧。放吧。一会儿地下车附近，有事当面说。你再放一次。好的，一会儿地下车附近，有事当面说。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吗？跟他对话的人做了特殊声波处理，我也听不懂。那就真的很可疑了。我也是觉得这通电话很有问题，所以才马上叫你过来。你干嘛？去找出事情的真相，无论这个真相是什么，我都想知道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站住！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当然是来拿车的。嗯。拿车？拿什么车？什么牌子的车？车牌号是多少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回去。小小年纪，不要在这捣乱。回去吧。还拿车？怎么办，梦妍？有办法，跟我来。两位好，请问两位是来拿车的吗？不来拿车来干嘛？莫名其妙。怎么了？本少爷就是来拿车的。废话这么多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两位，请。
我看一下。糟了！是被盗的事，玩中了他们的圈套。你在调查画是被盗的事情？画是被盗，我也。李老师，李哥，李哥，我们快去医院吧，现在缝伤应该还来得及。别太担心了，医生刚刚已经给他检查过了，我们送来的很及时，而且缝合过程很顺利。现在只要他伤口不感染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要是我不怀疑李哥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合作，找出偷画师的真凶，他就不会自己去冒险。要是他有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不会原谅自己的。杨明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等李老师醒过来，我们再把话说清楚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你们过来看，怎么又是这群人啊？我们最好定位出蒙面人将要聚拢的位置。我来，帮拿一下，是这里，5:42。西南拐角，从监控的画面上看，这些人应该分成四组，然后不断向中间聚拢，以缩小搜索范围。最后的地点应该是在这里。孙姐，快调出这个位置的监控画面，看看有什么。哎，兰陵，兰陵，兰陵怎么会跑到这里啊？你快给他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您稍后再拨。怎样？电话不通哎。要不我们现在出发吧，趁蒙面人找到兰陵之前，我们赶紧把他带回来。只能这样了，孙姐，你留在这里，把蒙面人和兰陵的位置及时传送给我们。好，好，你要小心啊。走了。我真的迷路了吧？手机都没有信号。以前好像在组里听老人家说过，可以通过倒影的长度和方向来判断方位。
什么玩笑？我们蓝族人怎么会迷路呢？哼！本来只想抓兰陵抽点血，可没想到引的后宫基地就剩一个好对付的。这一切得到的真的是太简单了。现在后宫基地没什么人，你去把这张 U 盘插到阳明眼镜的协调系统当中，病毒会自动植入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安叔，如果眼镜系统被植入病毒，那杨明会有什么事？他会死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是还在念杨明的旧情，还是想跟他死灰复燃？念旧情，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正是因为我念旧情，所以才觉得杨明这样的人不配这么舒服的安乐死。我要看着他一点点的伤透心，一点一点的绝望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很好，你果然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素颜。你放心，这个 U 盘将是杨明痛不欲生的开始。是吗？看来他们还没找到兰陵，我们要赶快才行。杨明，兰陵就在你正东方，你先往东走，等我测量出最佳路线，随时通知你。哦，东。哦。前面有他们的人，往左边拐，一直往前走。前面小弄堂比较多，你要多注意。你们身后有人，快朝右躲开。特工编号3597，现在可以接收命令。特工编号3597，你向总部申请查找的资料已经查到，现在就发给你，记得阅读后立即删除。是，明白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表情，跟我在王小燕身上看到的一样。没想到她竟然是蝴蝶家族的人。蝴蝶家族的人居然出现在嵩山市，一定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既然是这样，王小燕进入实验室就不会是一次偶然事件，丢失的化石很有可能就藏在实验室里。看来要通知杨明，尽快去实验室调查一下。脱了脱了。明哥哥，你要干嘛？脱衣服好快啊。苏雅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啊去！人工智能还会感冒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表白啊？嘘，杨明他们在里面。你真的决定要跟他表白了？给杨明的。给爸爸的。呵，我也有份啊！抓住他们！你！阿尔法，病毒爆发，阿尔法不行了。